阿 wing 李彩话：近年主力喺内地发展，唔单止参加真人 show、商演，又拍剧、拍电影，揾钱揾到手软。有知佢嘅身家早已经超过2亿，佢而家有12个物业，遍布香港、澳洲、英国、泰国等等，市值过亿。佢亦都钟情名牌手袋，曾经用40万嘅爱马仕手袋摆狗仔，又出动过100万嘅私伙拍家族荣耀。近日佢带晒某一间奢侈品牌 VIP 嘅待遇，一落飞机嘅佢即刻去到扫货，一去到铺头，店员就话佢啱啱落飞机，回啦，俾佢休息一下。估唔到系为佢准备咗惊喜，见佢咁开心，应该都喺嗰间铺头大出血啦。